大山深处啊，一览众山小。我们福建的山最多、最好、最漂亮，常年四季如春啊。大山深处啊，跟着几位大哥为民除害，这是朱子林啊，然后那个朱奴啊，在嫩竹子的时候，看见一窝那个虎头蜂啊，然后害怕嘛，没装备嘛，这大山深处他也没地方买，找了几个职业的过来啊，给他为民除害啊，现在跟后面去看看，看这一窝怎么样啊。我是记得有的玩又有的吃啊。哎呀，竹林深处好难走啊。辛苦了，辛苦了啊！来，我们前途无阻一下啊！我没有干进去，在那个草堆里面啊。来，上来了啊！就在这个位置，他把门口堵住了，然后用这个收粪笼把那个粪给收走啊。的。好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等我看看这窝打不打啊？下来，这个麻烦太下来了。那个收差不多了，现在开始用手抓啊，一直一直抓。好大，好大。这个没意思啊，可能。啊。等我挖起来看看，看里面大不大。粪抓差不多了啊，现在挖开看看，看里面粪用多不多啊？这个为人除害，然后又有的吃啊，有前途。前面挖的比较深，那有这个树啊，然后直接插到后面，在这后面啊。啊，没意思。没意思，没意思，就这么打，就这么打，啊，有点小啊，不知道棍子能不能抵出来。哇，一直玩啊，跟我给你们看看，不知道玩打不打，什么叫跟战狼一样打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就是跟战狼一样打啊。啊，走走走，把粪收一下了，哎呀，这个太没意思了，这个太没意思了，太小了，对吧？好了，一点点收拾一下，走，走走走。兄弟们，上来了啊！那我收完了。哎呦，好累，这山下啊，出力，这个今天过来虽然是亏本啊，但是没事，帮他们解决安全隐患吧，不然呢这出来这人会死人的啊。这个有的吃又有的玩，虽然亏点钱啊，但是助人为乐还是很好的啊。现在要出去啊，走走出去。那今天就先这样吧，我走路出去还有一个小时多啊。